各位菩萨、各位朋友，谢谢大家，晚安，阿弥陀佛，是造业多念佛。我看一下有人需要做这个 Excel， 我试试看，今天这个未必会存档，至少先试试看。他也给我的资料档是这样。说，蓝色小伙，较多的前三名，所以一定要先做个统计啊，对不对？因为我可能想到，如果做程式的话，就是跑阵列。把它记起来，哪些人？那购买者，他这竟然刚好少一栏，奇怪。他这是 Google Document， 怎么会刚好少一栏呢？我如果给他下载呢，他竟然是给我。共用的为什么不能下载？奇怪，那这个是错的吗？向左，好。说前三名分别自动新增为功课表，命名。那以后呢？很奇怪，那以后只要不是这前三名的话，还没想到这些问题。那我这个就先用叫 test， 也叫 test。我们存在哪里了？蓝色小户 ，blue shop test。我存在，那个好了 ，Dropbox。哎呀，错了！要启用聚集，后面那个聚集，我这里是一定要做阵列，购买者 ，customer。我们这个英文是什么？
是的。保留前面的，不一定就不能来设一设吧。保留前面的这个，哦，不对，如果有找到那个词的话，如果这个的词，如果找不到的话，那个。弄好，一等于一。还有另外一个 buyer，好，还要靠这种，还要靠，一样，还要靠 buyer。哎呀，i 就等于 c，嗯哼，就加一嘛，找不到的时候他加一，他得出现第一笔。那如果找得到了，就第二笔了。找得到他就不加，可是他要加，那他要加怎么办呢？啊，要加要找得到，看他是在第几个，再加他第几个。这就是。
是，哎，不对啊，早在这里就有了，干嘛还要再跑一次？所以这里是 for each。这也等于 z 加一，那找第一个，那就一嘛，这也等于 z。那我就知道 by 二，第几个找到的，等于它本身加一，也行。那它索引值应该会少一，要减一。这样的，i 的话是，减一，还得 i 加一。怎么会有空白的呢？后埋着，当然第一栏不行。其实这个 rain 不要，他说的是 use range。算了，单纯一点好。
是没有找到，只是一，找得到，房子房子找得到，小妹怎么逼？为什么会是一呀、啊？空字串。空字窗为什么是找得到呢？其实我这里逻辑错了，应该改用另外一个 string compare。哇，怎么那么晚呢、啊？也是这样的，对。等于你，他不等于你，不能就加一啊。这里还不能从零，这里还不能从一开始。这个每次都，要找不到才需要 reading，找不到干嘛 reading？
可是这不行，旅店也不行。如果每次都为定制，不一定应该写在外面。里头也要。第一次一定要加入的嘛。第二次就找不到，还要再 redeem 一次。要用一个 flag， 这时候他才加，如果都没找到，那这里就要加。初始值，这里先设一个，好，大于二的时候再跑。那我们先把第一栏的给他。有大妈小妹，大妈竟然有11笔，错吗？逻辑有错。
现在这个西是什么？爸妈。应该是 i 加一啊，在 i 加一，i 的初始值是零，因为已经有零了，现在应该要加一。这是小妹，找到了。小妹找到了。小妹加一，没错。小妹，小妹不要饿了，小妹变三了，接下来大妈。写错。这也是从零开始，没有初始化的那种。大妈、小妹，同事还没出现。同事呢？同事邻居跑哪去？小妹是四，大妈只有一二三四，同事。
绝望的归零。这样取得了应该就对了。还是要养的。四个邻居有一个没错，这大妈有8个，小妹有5个，同时有2个邻居有，小妹有1、2、3、4，5个没错。好，这样就取得了。取得了购买者数量。取得购买者购买量，大概是。排序喽，前3名。所以你要先把阵列排序才行。先做完统计了，排序。序就像我们前面选的演算法，这时候都是最原始的。我其实我之前写那个自评的程式里头，它有排序。看一下我们自评程式，它的 Snapshot 有新版。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让他排序啊？小玉，编排将玉排序的阵列最高边。人数只收一次都不会超出。我说我是怎么想要排序。filter，我都可以筛选了，放。如果尚无此字，我就经常用到 filter。如果是一开始，
自评加一，我另外一个。为什么要记住最大呢？应该是一样的。等一下。S U，怎么快？哦，有土令，阵列排序了在这。你怎么拍我还是看不懂。觉得这两排不一样。这个不等于，我那时候排序是，把所有的。累了，先休息。大家那梦起想再来亲亲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啊，每隔一天呢，我接下来是要这个阵列排序，我也看不懂当初是怎么排的。我想应该是一个很笨的方法。如果他不是赢的话，就怎么样？那就我们找到了这个之后要排序，首先我们要 for each 这个，这时候我们要用两个变数记下来，它相邻的两个，像前面学的那个演算法，两个去对。以前看过人家写什么气泡什么，比较大小。然后这个 by user count。这时候还是吸，
第一个，每一个去做。其实这里应该不能每一个，Therefore I standing to我看这个是有多大。W， 嗯，弄，那这时候 RW 就等于这个好，变数给他用，然后 by count。如果它小于 by count 小于 by count 加一，比它临近的那个小一个的话，那么而且它大于或等于就不处理，就要记住这个 B 的话就记下 by 的值， C 记下 by count 的值。礼拜五你会在家啊？不会。我等等那个免洗那个水你用应该也喷不出来。对啊，嗯。所以它前面这个要等于后面这个，后面这个要等于前面的对调。然后这两个也一样，等到下一个之后，它还会再跟下一个比。那假如再小于它的话，再两个再对调，再弄。等到它下一个的时候 ，I 再加一，那是下一个，再跟下一个。等到这样就可以了吗？这么遗憾，我看看。这可以不用。这应该是这里阵列的索引操作方。这个时候它是多少分？三。没错，是三，没错。所以零到三嘛。哦，是，哦，这里会加一就错，所以这个应该是减一才对，还是抄错。
像小妹，大妈跑到前面，那接下来，哎呀，五加二，两个小，那接下来是二和一，哎呀。啊，那为什么刚刚说正面收益它是放的？嗯，也这样就排好了，八五二零，然后大妈、小妹、同事、邻居、邻居们，这是什么？对，真的，这么容易啊？你看，这就要演算法，对不对？两个相比，大的往前挪，小的，可是问题来了。如果他是刚好他这个顺序这样，可是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大的往前挪，小的往后，大的往前。那如果这个后面大的还比他大呢？对不对？对啊，还要再往前呢。你觉得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它是刚好它后面是排序的，你看，它只挪这一个。那如果白尔是二一，那如果那个它排了八五，那如果我现在白尔改二变成九的话，对不对？那一定就有问题了。二是谁？同事，同事说我给他九个，二四，这七个就对了，现在多一点没关系。我让同事十个，我看一下。这样说，爸妈、同事，对不对？结果同事是比，看，这结束了，这是错了，没错，我预期，这逻辑是不对的。所以他等于是跑完这一圈之后再要跑，一定是跑回一圈，一直跑到每一个，对不对？他一定是。大于等于后面那个，所以这个跑完了，他一定是要跑一个回圈，这一定要有一个 reorder， 对，有 order， 这个跑完第一遍之后，你一定要再跑一次。跑一次是怎么样呢？不需要这样，你只要 for i 等于零 to rw 减一。啊，只要它会小于它，就执行这个，是在 reorder， 就跑到这里去执行。
baseball。看这样会怎么样？真的，十八五，因为他这个 reorder 完了，他还会再跑一次零。我们再来设一个，八五五是什么？小妹。81，啊，好的，同时大吗？这时候 I 是从零开始。不行，他回来，你看再回来执行的时候，你看这时候 I 是多少？ I 是3。那当然不行。I 等于零，对对对。I 到这里一定是要零。对啊，反正我这里有设 I 等于，所以不管你 I 怎么跑，其实它这里重复了，这里执行完来这里 I 一定要都要归零，那从头去比，应该就是这样。只要还有 bug 再说吧，对不对？没排序，没有排序那么简单。找出前三名。找出前三名。取得购买者购买量，找出前三名的话就是博弈，就只要到3就对了。前三名，你注意他前三名哦，新增，所以前三名他可能就是我们要比三次。I 一样，这里要再一次。Buyer 有 Buyer， 大于等于啊，它一定是大于等于。三名，前三名，前三个，如果购买量刚好齐等的，对不对？好，
I 等于 I。主要是它等于它的话，嗯，对，只有一个计数器，对不对 ？z 等于 z 加一，这时候 z 等于一，啊 ，z 等于，啊，然后这里是 do until z 等于三。以后 z 等于三 ，then is four， 对不对？只要取得三次就可以。那这就是如果它等于它的话，那么就不加，对不对？嗯。啊，它等于它，其实它就是它不等于它。或者他大，因为排序过他已经大于他，如果他等于他，就加一，没有就不加一，然后。前三名我们就 要用另外一个阵列记下来，或者说，哦，不用记下这个 i 是多少就可以了，还是几，嗯，这等于三 ，then 我还有一个东西 ，c 等于 i， 那就离开了。C 等于 S 记下，记下要列出几个购买者。嗯，所以这时候就是 for I 等于零 to C， 其实这个这时候 RW 等于它也可以。是我 RW 还是当成 C，嗯，接下来要办，嗯，这是找出前三名的买者明细。会把明细都没有，哦，太夸张了。词列也没有，明细是这两个没错，啊，明细分类上两种嘛，购买明细都没有，嗯，这不是冠军，太夸张了吧，成交明细啊，明就是明白嘛，哦，其实那现在就是要找那个低列了，嗯，那前面我们有这个 range， 有抓到 range，for range。
CH1 in， 现在1被它用了，所以我们改用 B。 你 range column 1第一栏的这个 sales 所有的储存格，if 这个 B 等于这个的，它的值等于 buyer 的 i 的话，他说好了还要把它杀掉，结束之后要删除，所以很简单嘛，这个其实就 copy 就好了。贴到一个新的，首先你要新增一个工作表，C 也用，他也用 for each 工作表 sheet。先给它归零。if 它的名字是等于这个 b value， 就是这个。就 flag 等于零。就是要新，如果他都没有，有的话当然他是错。那如果他有的话，就把他。归零，有的归零给人用，给下一个用，如果它是 for 的话，那就是要 apple， 哎，谢，哎，那 before after。加了一个之后，要怎么给它取名？这怎么没有念的？我觉得这是类似的 ，before 或许能念。加起的预设是一米，加了一个之后，它传回的值是什么？
future value that represents a new ship, worksheet, chart、哦、所以它重排的值我们交给ST， 这个 ST 用完了嘛，回去用，所以我们这里可以 set ST， 它重排的值，只要把它加挂，然后 ST 的名字要取成、那个 buyer 的名字。这时候 ST 这时候 B row 要先 copy、找到它了，然后 ST新增一列，新增肉，新增一列。将他 copy 的内容贴上去，W 不要二十弄啊 ！W 现在也可以用了，别人没在用。啊 ，W 是把 W 给。已经用到的范围的列加了一个列，然后 B 是for each， 也让把它所有的储存格复制过去。有什么可以用的 ？B、C 都用 ，C、B、
BRW 用 J 还对，这里还要用到 I 吗？要，这也用不到，这应该用不到，所以我们这也可以给它多元化去用。我一起 J， 是这个，然后。那个 RW 的 cell 不对，我这等于，所以这还是用那个好，不是哦，这等于我这等于 E two。Sales count， 对不对？然后W 是。肉嘛，它就等于它那个字，对，这样跑完，那一列的时候，储存格复制完了，那就执行下一个。事情到这里看看，哦，现在这个 B 变成 Sale。跟我买一只，哎呀。哦，他不会等于他，所以不用跑。这个是同事是第一个，到很后面的。进去的。如果 B 等于 4 的话，还要加入一个新的，确实，那预设是在前面加是错的，加入之后它会那个会那个，然后那样要等于就掰了，同事没错。所以它预设是在前面插，同时到目前就对了，啊，目前没有这个方法。Into rows ST。
现在不加同事，同事已经有，这个没问题。是因为他这个没有字。ST 现在怎么是五？哦，哦，对对对对，当有的时候。LS 的话 ，ST 要等于那个，ST 就这个 ST， 我们再到这里执行看。ST 有吗 ？ST 的名字看看，公司没错，所以这个就是 range。range 因为目前还没用，可能是空的。物件不吃食食属性化方法。又是 range。靠，是一。就让他找到新列就好。range 的 count 是 one 一个。设定起码它是用到一个，那如果是 ST 加 room， 不支援。所以它不能加列，它本来就有那么多列。嗯，它用到的是一列，用到的是一列，所以是现在已经知道。设定它是它这个列 count RW 现在是
我从第二列开始做，然后直接就做到这。指数需要五折，哎，然后这样的就直接。哦，难怪他直接停，因为我写在这，我应该要写在模组里头。才能侦错，此处需要物件。B 肉 ，C， 选 explicit， 明确的宣告。啊，因为这个不是那一个工作表一。嗯，也是。Active ship news。哎，你看这里，会不会这里都错了？不写在那边。现在就是没头发，我们继续好。这也不对，哎，对呀、啊、，set 它等于它啊，现在是这里了，因为我们写到这个模组了。啊，这个 sale 要改一些，就让那个。Range 要写个 range 了 ，range 的 sale， 对，至少执行到这应该都 OK 了。排序完，走出前三名。地下有几个狗男子？执行到这看看，你看，哎呀，又变零，不对，可能这里有问题。是零，因为我这里都还，我这里没有把它切过来。现在是那个什么，需要物件。B 肉是十二 ，B 肉是十二，所以是应该是这个。
三级的肉，这样，对。切块来看就知道。啊 ，W 现在是什么？这个。啊 ，W 是这个肉，肉是 cells 啊，这里一样。是猪肉而已，然后没时间，没什么，怎么还有东西？啊，电话地址。那其实这个第一个，我们正好就可以把它做这个，对，购买者数量。对，在他加第一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这个事。为什么没有东西？哇，他把盖过去了，是我加一耶。我设为这个是他 ST 的 Rose，ST Race Rose Count 加一啊，已经用的 Count， 所以每次完了之后要储存。你不储存的话，你不储存的话，它就这个 Range 不会更新。应该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
不是，你看它是多少？还是一，已经储存了。S E U S。The usage row， 靠，怎么还是一呢？怎么会这样？那就不能用这个属性了，很危险。只能递增加一了。就不能用那个属性。我还有什么变数可以用？ C 现在已经用。C 到这里不需要。在这里还要这里。I 呢 ?I 也已经在用。IJ。RW 有在用 CB 呢 C 现在有在用有哈哈被用掉了这里还有一个技术的因为我一个一个弄嘛，它一定是第一层。明明就是这个，一开始的它要递增加一，以后就是，既然这个储存没有帮助就没有用，所以有一个是 R， 的话就是这个值了，先取得它的值。如果它等于零，它就等于零；那否则的话 ，R 就等于 R 加一。啊，这时候 C 的 R 等于这个，一个新一个嘛，是的。可是我这个，哦，它要新的才会有，新的才会列。
ZRW。是新的嘛，所以它的第一列应该是这样，对吗？第一列就是它了。我看它是什么什么，对了，二十二。现在是大妈了，哦，所以这个玩的要，下一个是大妈的安徽的，好，看看，这应该还会往后，对，没错。哦、不要盖过原来就好，等一下应该是15，对，15，应该就对了。然后这个我们要复制一份，我们到时候这个复制完了，我们要把它删除。每一笔完了，要把它删除。这个音乐都删掉了，没有。看看跑完变怎样，小妹怎么变？非常奇怪，为什么会有几个不处理的呢？小妹三个，小妹应该是五个。然后为什么会？为什么会这样？
那你啊，一定你 delete 的时候，这个 range 错了。那你这里是 4， 他可能下一个 delete 掉了，他下一个他反而那个。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假如我不用 delete， 是这样的话，就是它，因为我就每个处理嘛，这里删掉了，它就会影响它去算一个，跳过一个去算。小妹五个，同事八个，你看这样就不会跳过。哦，所以是比例的问题，没错。小妹五个，大妈八个，小妹五个，大妈八个。10个，对，所以现在就是要做好了要删除嘛。这个椅子是错别字，有未归档是。购买日期能否自动判定？什么意思？如果今天。10，对啊，为什么是1023以后的都整行自动删除？什么意思？我还是不太懂，他讲了一遍，只看今天以前的订单，先处理还未处理完的订单，今天以后先暂时不用看，什么意思？今天以后的订单。今天以后也没有订单啊，怎么会看呢？未来还有未来订单，是。购买日期，购买日期你可否自动判定？假如是今天，只看今天以哦，哦，我大概懂，所以。这一样，哎，那、啊、统计多少也要算今天以前吗？对不对？到底是今天以前的才统计。我先做这个，一这其实已经完成了，哦，不 delete 了。我这怎么 delete 呢？因为你 delete 这里就，如果要 delete 的话，要执行这里，哦，用 go to。看是这样，从头再来一遍。嗯，小妹五个，大妈八个，同事11个，没错了吧？只剩一个邻居。
其他都是，对，其他都删掉，对不对？这逻辑就对了。嗯，他说只要判今天以前的再讲清楚就可以。习家家，嗯，好，这一题，那他要判断时间，下一次再说了，嗯，下一期再判断时间也很容易啊。只要在这里加一个判断时间，拜尔等于一，第二个的第一，这还不能呢，那教他。这还不行啊，这还要跑到第一个。购买日期是在今天的以前的，小于今天以前。这里还要这个初始化，这个我就不能放第一个。我这里是要给他一个初始化，另一个是多少？今天以前就离开，判断今天以前 ，EBA。在日期，今天以前的，也就今天以后的，先不看吧。
比如 C 大于小于等于 PAT。第一个没有啊，这个是大于，这个也大于2019/11，哈，它竟然是这样，我的日期竟然是用这个，你知道这个是。最好给我补零哦，我补零就麻烦。你就把这个 VBA 把斜线拿掉就好了。C 的 row 是第几个？第二个。你知道这个是多少？2019/11/20也大于。哎，哎，怎么变这样？啊，那我弄错了。1120/12，所以这个应该是，这应该大妈了，对了，现在对了。第一个没有吗？第二个没有，第三个才有，对了。那这格式要对了，记得要补丁。
那这个对麻烦了。今天刚好都有不需要补灵、我不知道他这个加一之后会怎么样。一二一见一呢？一九见十呢？对啊，他不补灵，伤脑筋呢。而且他可能还要看他那个时间格式呢。最好用时间储存比较好处理，我这回就不好去补灵了。补灵的话也是可以啦，血性还是抓得到。真是麻烦的，目前这个只要碰到这个，到时候他就，对不对？这一样，一次，后面这里也一样，在找每笔记录的时候，看他衣服，衣服之后还有这个衣服。如果日期是小于大于今天，那 go to repeat。就看下一个。That's next， 不是不能以 repeat， go to next。或者是外面要小于等于今天才能才执行后面这个也可以，就不要一直 go to。构图写程式的好习惯是这样的话，小妹大妈也会少一个，同时我们同时少一个好。这一样的复制一个，等一下，小妹，你是十一的还是跑出来？奇怪，我弄错了。
他那个西当然错了，应该是说礼服 B 肉地位。Range 肉 ，Leader 肉 ，Sale 第五个，这样来对。就是啊，你直接把C贴过来，然后就行。其实是九个嘛，嘛，对呀、啊，所以是这样没错。建筑物图，对不对？底下传建筑物图，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啊，马上传建筑物图，两个钟头应该很快。就是这个。我把这个传给他就可以了。哦，一样。这个好像我云端硬件就有。教学里头，这个是城市设计。哦，取个名字吧，这个东西。大 box。这钱较多的钱在哪？购买者较多，购买者前三名。分别新增工作表。分别新增购买者名字的工作表。购买者前三分别新增
以购买这名命理工作表。嗯，我这个加到教材讲义里头就可以，我也就从那里看就可以，是设计。所以我传那个给他，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来道业精进，圆满吉祥，阿弥陀佛。这次刚好摸索，这次也发现哦，其实正列排序也是蛮容易的哦，阿弥陀佛。